完美！来啦！欢迎光临本精品店，这里的每件衣服都是独一无二、最流行、最美的。小飞儿笑儿，流行就停了。珍奇小姐，午安呐、啊！你知道我？我当然知道，亲爱的。服装界的星星，我可是一清二楚。更何况你是马儿服装杂志的热门人物呢。我的天哪！如果这是做梦，别叫醒我。我能为你效劳吗，秀儿小姐？不用客气，叫我沙菲尔就好。我能为你效劳吗，沙菲尔？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我要在小马国举办我的巡回演唱会，天生完美沙菲尔秀儿，所以我的打扮要惊艳全场。啊！我有你需要的衣服，沙菲尔秀儿，请看这件保证让你一眼就爱上的设计新款。我店里所有的钻石都镶在这件衣服上了。哦。这件衣服美极了，我买了。真的？当然，还要五件，每一件都要有不同的宝石。你说什么？我要换装啊。哦，每只小马看到我都会昏倒。My little pony, my little pony, 啊。Friendship could be my little pony. Until you all shared its magic with me. Big adventure, tons of fun. A beautiful heart, faithful and strong. Sharing kindness, it's an easy feat. And magic makes it all complete. You have my Do they know you are my very best friends? Oh, my God.沙菲尔秀儿，流行歌天后，她超棒的，她长得美，歌唱的又好。不过，再怎么样也比不上你。我是说，你比她美上十倍，又有才华。翠龙，淑女是不会嫉妒的。那当然了，不过你有开心的抓狂吗？淑女是不会抓狂的，翠龙。不过，我真的吓到了。我得找到比以前还要更多的宝石装饰她的衣服。哦啊、你找到了吗？没错，翠龙在那里。哦，你们看起来好好吃哦。翠龙，我保证会给你宝石当点心的，可是我们得先找到更多，不然我没办法帮沙菲尔做衣服。嗯。我会想念你们的，我的宝贝。快来吧，赛龙，我们还有珠宝要找呢。遵命，小姐。你今天真的很有耐心，穗龙，所以我要送你最棒的奖品，这是我送给你的。怎么了，穗龙？没有，这个太棒了。哦，车子拉过来，穗龙，里面还有更多宝石。珍奇送给我的。好嘿，宝石，宝石，珍贵的宝石，他是宝石猎人，有了他，我们就能得到宝石，很多宝石，我们去抓龙吧。穗龙，你在哪里？等等，那是谁？你知道，让淑女等是很没礼貌的。我来了。
我觉得我们这一次挖到宝了，可以这么说了，中大奖了！哦，我们要的不是龙，是那只小马。小马。好了，赛龙，今天找到这些应该够了。有了这些宝石，我就可以设计沙菲尔的衣服。我看我们就先回。哦，怎么回事？又有珠宝？啊，奇怪，在树上哎。哇！你好，这位先生，我是珍奇，他是我朋友赛龙。请问你是？钻石狗。哦，真的。难怪你对珠宝的品味很高，我知道，钻石是女生最好的朋友，现在我知道她也是狗最好的朋友，啊，所以你也是出来找宝石的吗？没错，我们找。我们找宝石，但是你也比我们会找，所以现在我们要你。才怪！抱歉啦，小臭龙。慢着，这鸡，立刻放开我！你们这些坏蛋，住手！放我下来！你们来人！这鸡，赛龙，毒！赛龙，你在哪里？救我！不！赛龙，你能呼吸了吗？可以，应该吧。那好，现在把话说清楚。对啊，因为你刚才只有说，剑奇、树林、书包、狗都被抓了，救他！听得我们一头雾水，赛龙。抱歉，剑奇跟我在树林找宝石，出现了一群可怕的坏蛋。可怕的坏蛋？他们自称是钻石狗，他们抓了剑奇之后，就钻进地上的洞。听起来很简单嘛。就带我们去那个洞，我们就钻起出来。我的天哪，怎么有一大堆洞？来吧，姐妹们，开始找。有人在吗？怎么样？可是如果不是进口土，珍奇根本不敢碰。哦，珍奇，我好可怜啊！我该怎么办？啊，土土，快走开！土啊，别过来，别过来！啊，恶心又肮脏的土，刺刺的，烫烫的，救命！啊，那只小马来救我，救我！我们必须去救他，可是洞全都被堵住了。那就把洞挖出来，快点！
处都有可怕的怪物冒出来，可怜的珍奇一定吓坏了。哦，把值钱的拿出来，把珠子给我。你身上的饰品呢？宝藏在哪里？可怜的珍奇，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了，我会救你的，宝贝。哈？穗龙，你这么做真的很伟大。愿意牺牲珍奇送你的珠宝。哦，珍奇小姐，我的公主有危险了。我来救你，给我出来，臭狗，坏蛋！哈，找到了，你们这些呆瓜！竟敢说我们是呆瓜！把猎犬放出来！七小姐在哪里？啊，赛龙，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谁都拦不住我，我的公主。啊，赛龙，你是我的英雄。嗯，哈哈，别闹了，罗密欧。找到珍奇呢？看来只好一条一条的慢慢找了。那找到哪一年啊？应该有办法找到正确的路吧？有了，他们一定是带珍奇走最多宝石的那一条。可是穗龙，只有珍奇才知道要怎么找珠宝。错了，紫月，你可以模仿珍奇找珠宝的咒语。我的天哪，没错，珍奇以前教过我他是怎么做的，让我想一想哦。行了，成功了，紫月，走吧。我们来了，珍奇，我们来救你，你要撑住。哦，求求你，钻石狗，拜托放了我吧。不行，你是我们的宝贝小马，不放你走。你们抓我到底想要什么？宝石。没错，宝石，我们要珠宝。找出来，全找出来。哦，就这样吗？好了，一堆可爱的珠宝就在这里。现在麻烦告诉我出口在哪里吧。很好，现在快点挖吧，小马。什么？可是你刚才说要我找宝石呢？没错，找到以后就挖。挖？没错，挖。你在做什么？我们叫你挖。不好意思，在你们粗鲁地把我拉进泥巴洞以前，我才刚做过指甲，我不会因为你们不喜欢我的挖洞风格就弄断指甲。哦，我的老天哪！好了，快住手，住手！挖，狗狗，挖，动作快！他不挖，
就拉吧。你说什么？请问你现在正在做什么？让其他人挖，你负责拉车子。这样你的宝贝指甲就不会断了。这里才有人需要去做指甲呢。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剪过指甲的？长长的指甲都要刮伤我的毛了。拜托你安静点。哦，我的天哪，那是什么臭味？臭味嘛。啊，答案揭晓，是你的口臭。啊，够了，快找小马。好吧，如果你坚持的话。可是说真的，这里的工作环境真是太糟了，有霉味又潮湿，我的鬃毛一定会乱掉，还有空气怎么这么闷呢？我想要深呼吸一口气的时候，你们这些狗的臭味熏得我想吐。你们的样子好像好几个星期没洗过澡，你们有听过肥皂吗？到底有没有听过肥皂跟水啊？哦，水水，我快渴死了，可不可以给我一杯水？我的天哪，我顶不下去了！你安静，小马。还有一件事，我会很感激的。如果你不再叫我小马的话，我可是个熟女，希望你能这么称呼我。你可以叫我小姐，或是珍奇，或是珍奇小姐。够了，你的哀嚎我耳朵痛死了。哀嚎？我没有哀嚎，我这是在抱怨。你想听我哀嚎吗？这才叫做哀嚎啊！这个马具好紧，磨到我的皮肤了，可以弄松点吗？啊，好痛！而且它都生锈了。你怎么不先进一进？我在身上留下痕迹的，而且车子越来越重了。为什么要叫我啦？啊！叫他住口！别再哀嚎了。你不是想要听我哀吗？哎，我们全听你的，小马。我们全听你的，珍奇小姐。真的吗？这根本不叫气泡水，不过有总比没有好。等等，我们干嘛要拉车？因为这样那只小马才不会对我们哀嚎，你忘了？对对，我知道，这真是太扯了，竟然让一只小马使唤我们，我们是老鼠还是狗啊？狗吗？狗不拉车，马才拉车，随便它怎么哀嚎好了。啊，你在做什么？哎，你打翻我的水了。你爱怎么挨就挨，不过别忘了要动。走吧，骡子。你刚才说我是骡子吗？骡子很丑的，你的意思是说我很丑吗？吵什么？怎么会这么吵啊？他骂我丑八怪。不是，骡子，我是说骡子。丑八怪。骡子，他说的对，你看看我，我已经很漂亮的，可是现在，没有，你还是很漂亮，小珍奇小姐。你只是在安慰我。不是，你真的很美，而且温柔。我才不相信你，你根本不喜欢我。我已经受够你乱胡闹了。我们很接近了，我感觉得到，是从下面传来的，快点！珍奇他一定就在里面，我们走。啊！断苦高的马。哦，狗狗，既然你们敢骑马的话。就有心理准备要狂奔喽！来吧，姐妹们，踢踢腿，踢踢脚，跑上去，跑下来。再见了，小狗狗。我来救你了，我的公主！一哈，紫月，冲吧！请问你现在在做什么？
拜托紫月，就这次嘛。好啦。珍奇公主，我来救你喽！救救我们！救救我们！要拿住手，快走！你们说什么？好刺耳哦！八个挑剔，他一直讲个不停，还会哭。我们把他还给你。珍奇，你平安无事？那当然了。Hello， 姐妹们，你们来了，刚好可以帮我。帮你什么？你看那些啊。你们要让他离开，带走那些珠宝。没错，拿去，连他一起带走。求求你！没想到你找到这么多宝石，而且还把那些狗耍得团团转。虽然我是淑女，但是我遇到麻烦的时候也可以照顾自己。那些狗一直都在我的掌控之下呢。我等不及要写信给宇宙公主，告诉她你今天教我的事。我教了你什么？外表很温柔的小马，不代表她很脆弱。其实运用智慧，看起来毫无防卫能力的小马，也能以智取胜，赢过对方。你说的对极了。现在你有足够的珠宝，可以做沙菲尔的衣服了。我很怕被你吃光了，赛龙。